帅了，可是正头里啊，拿着土棒指到前面很帅，可是拿雷射笔指别人就不帅喽。是的，请现场朋友们把您的雷射笔收起来，这样不会伤到我们歌手的眼睛，好不好？哇，现场苗栗再给我们破三亿国民男主角票的尖叫！不过啊，今天来到苗栗，不只是这样，他要带着我们今年这么优秀的国片，六月要去香港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新来的朋友们加油！谢谢。我们明天就要去马来西亚了，其实。明天就要先去马来西亚宣传，然后六月要到香港去上映了，这是我们国片的骄傲。谢谢。哎，那讲一讲，这一次拍电影的心情是什么？大家，打鼓，等一下，打鼓，那你有带鼓来吗？我觉得这次拍摄的，其实拍戏的心情真的是很感动，是因为可以重新好好把我们的台湾看一遍，再走一遍，各地的美景，对，然后我们背的鼓是很辛苦，是啊，可是突破一切。大家一起那种奋斗的精神，全力以赴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片一直让大家这么感动的原因。我有空也来我们苗栗走走，是，我们三月份有白沙屯妈祖进香，你也可以。哦，我觉得刘先生真的很棒，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表演的空间。你也很棒，对，你还可以在电视上教大家讲课，这样。哎呦，前一阵子跟梅芳阿姨的那个所谓像微电影的广告，对，太好看也太感人了。会用客家话跟大家问候吗？可以吗？他是闽南人吗？他是客家人。太感动。太感动。来，这边的朋友。余华义吗？哦，有吗？有的话，尖叫告诉我们。哇、，俺黑克伦，然后这个四方大家，俺子在，谢谢。好、哦。刚才有人问说你有带鼓来吗？应该没有鼓吧？对。可是你们很想要听电影里的歌，对不对？想不想听？可以唱吗？有看过的话，在这个电影的结束的时候，有一首台语歌。是。对，有听到吗？那首？没有。它是正头的主题曲。是。然后现在也想唱给大家听。哇。虽然鼓没带来，唱给大家听，感受一下电影的热情，来听《零